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江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毛衣裙，大家一直催我出一些连衣裙打底系列的。那今天来了，今天挑了两件特别好看的，又百搭又温柔的。第一款颜色呢，它是一个粉色，还有一件米色的。这两个颜色呢，都是特别百搭的。我觉得粉色呢是比较温柔一系的啊，比较温柔看起来，而且这个颜色呢也是比较浅浅的粉，是比较好搭的。它们两个款式是一样的，颜色不同，我都买回来了，给大家上身测评一下。领子呢，它是一个翻领的，我们看一下细节。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麻花设计啊，两边都有对称的，特别好看。然后袖子呢，它是一个常规的袖子，整体版型的话是比较宽松的啊。这款长度呢，小个子和高个子都是可以去入的。等一下我们穿上身呢，看一下效果。这款米色呢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非常百搭。后面是纯色的啊，两个都是一样的款式。它的面料呢是一个混纺面料，手感呢摸上去特别柔软啊，非常亲肤。我买的都是最小号的，现在把这两件穿上身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这款米色的，米色是最百搭的，先穿上身给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搭配外套也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领子这里呢，它是一个高领的，非常保暖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冬季入，像过年的时候呢，就是比较寒冷的天气，我们就可以入一件这种打底在里面穿啊，配任何外套都是可以的，大衣啊、羽绒服都是没问题的。看一下这个长短，到我膝盖上面的，小个子和高个子女生都是可以入的，我觉得它这款单穿也非常好看，如果说单穿的话呢，里面可以搭配一个那种肤色的一个加绒打底裤啊，家里搭配马丁靴，这样也非常好看的。搭配一件羽绒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款羽绒服也非常好看，也是他们家的，非常百搭。这款米色，然后粉色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粉色呢少女心满满的感觉，这个浅粉呢是非常好看的，而且非常百搭。我觉得单穿的效果呢，粉色会更好看一些，更减龄一些啊。我看一下整体，配一个马丁靴真的非常好看，这款加绒马丁靴呢非常百搭，非常好看。再搭配这件羽绒服外套给大家对比一下，整体非常好看。粉色也是蛮百搭的，配黑色外套也是可以的，或者浅色米色外套都是没问题。这件毛衣裙呢，我是贴身穿的，没有任何扎人的现象，而且非常保暖。想要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